QT 是什么？很简单的，是生物的本能来的。什么本能？生物电磁波，有没有听过？电磁波是用来驱动你身体里面的血气啊、液体啊，还有一些物质的流动。即是说这种叫做生物能量。什么能量？是赖以为生的能量。我们中国人就叫它做气。中国人叫做气，中国那些气功，其他人种又叫什么呢？日本很出名的叫做 Reiki 灵气治疗，印度的 Prana 没听过，它的气功你听过了，叫做瑜伽。夏威夷叫做 Mana， 甚至乎非洲的土著他们都有气功的。但是这么多种气功，而 QT 是什么？是美国的一种气功。特别是什么？特别简单。为什么简单？因为我们不需要修炼，不需要散功的，很简单。简单到什么？我们呼吸，有没有人不懂呼吸？我们是透过一些特别的呼吸方法，将能量引去两手中间，产生一个很高的频率。这个频率就好像爆炸一样，就令到周围产生共振。这个频率我们将它在人的患处那里产生共振的时候，它的血气就会行了。当它血气一行的时候，中医讲的通则不痛嘛。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引发它的治愈能力，是它自己就会修复身体的毛病的了。做到什么效果，我下一集再跟你们说。